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它的重心如果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先看看是哪一只脚前，好不好？这一只脚它现在往前踏过去，那它的重心会在哪里？应该会在这里吧？对不对？这个要走直线啊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在这边。这边的时候，先按前视图好了。原本是在这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把它拉过来这边，看你要不要做了。哎，一，做夸张一点，你就知道。七，有没有？这个都偏掉了。负一，啥问题？按一下 F， 你不要被骗了。由这一轴，按一下 F， 呀呀呀呀！这样对不对？是不是又是跟刚才问题一样了？有没有？怪怪，有没有？怪怪，对不对？那个大小都先不理它，我们先知道哪里问题，这里应该要这边要结束才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要修的话，你要先看得懂怎么修，在零的时候这边要，在一的时候这边要零，在最后的时候二四，对不对？零，乘等于零。没有，是就走路样子了，但是你的肩膀是不是怪怪的？大家跟你讲怎么弄，看起来快跌倒，对不对？这镜头看还蛮讨厌的，把它遮掉。我有选择性困难，没有，这样子就有重力，好不好？坐这边再加一轴。